tayo.刘尚邦长得怎么样的呢？之前刘尚邦那个年代还是他还是从中国来的吧，所以他们还是会有一些清朝的一些传统或者是文化，所以他会留着一个长的辫子。你们也看过以前古装戏，就是留着一个长的辫子，清朝人，然后他大概6英尺高，就很高，180多，然后。 然后他在这腰间是插着2个东西，一个就是旧式的洋枪，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刀长刀。然后他很英勇善战，所以才会被那么多人所敬仰，就是才之后还被人家这样供奉。然后这里有供奉6个神明，然后这里答案就在这里。 就有玄天上帝，然后老祖先师、王三伯公、刘尚邦公公，还有刘大伯公。为什么会有刘真真仙姑呢？刘真真仙姑就是他的刘尚邦，还有刘大伯的妹妹。
没说。